我选天才，我选左边那个熊很可爱的，对，但我现在要精进人王，我要选你。聊天室不要闹好棒。有没有办法两个都晋级啊？这有没有办法两个都晋级啊？我全都要了解。你们两个都过关嘞、欸，哪一个不是小三的脸？不，你告诉我长得啦，长相啦。这是选小三吗？我看起来怎么可能是小三的脸？我看起来就是正宫的脸，好不好？我霸气十足哎、欸，我怎么可能像是啊？这照片哦，我下次要开一组很厉害的照片，我受不了了，我不受不了了。长得哪一个不是小三脸？不是啊，天才就长得，你知道哇，没有人受得了的。我选左边啦，我选左边，这个有潜力。我选左边啦，我选左边。然后他给我选左边，只有弄一个记者。如果右手边你们觉得他像狐狸精，那也是曾经啦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绝对是个好女人啦。右手边你们觉得他像狐狸精，那也是曾经啦。什么是曾经？我都没有当过狐狸精过好吗？我还需要当狐狸精呢、喔？我男人一大把的 ，OK？ 我们就选诺曼了，我们就选诺曼了，我们就选诺曼了。笑三小。开水小姐跟这个天菜娘娘，哇、哦，那个咸妈妈哦，对对啊，吃下去，我的减食，我怎么不吃啊？啊，要洗哦，那个咸妈妈哦，小健加分就是不是啊？可是谁要当你妈？为什么要选妈？重点在这边好不好？好了，开始有一些搭剧的出来了。垃圾桶嘞？这个是垃圾桶吗？投篮啊，投篮。妈妈下去，七弟是我爸特认，那他要选什么？跟他很久没有联络了，他最好好好讲。天菜娘娘对决阿宁，哦，很难呢，只看外表吗？因为我会想选右边呢。OK， 啊，听你的，听你的。没有啊，你选啊，没有，是我自己选嘛，你要看你自己。是你玩啊、我很难选，我很难选，我觉得很容易得罪人。不是我真的觉得，如果是一个就是我不认识他们的人的话。我会很好选择，就是我不认识他们的人的话，我会很好选择。所以他刚刚是把我刷掉嘛？七冠军，好歹我们之前也有聊天过好吗？我哪里对你不好了？你为什么要把我刷掉？我很诚实，我选的都是我真的内心 PK 赢的。这个人在我眼中根本就不是个选项。是这样子的吗？是这样子的吗？而且这张照片选的很差好吗？这张照片选太差了，我不行了。七弟。怎么这样对我？这个你们怎么选？我选天才，我选左边，没办法，我选左边。我前面已经说青春无敌了，对不对？那个熊很可爱的，对。但我现在要精进人王，我要选你。罗杰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我跟你讲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跟罗杰的船就翻到你。我要选你。他根本就是听到 UZ 想选右边的，所以他来选右边的吧。啊，就啊，就这样啊，我不行了。今天早上一个很好的要开台，然后准备打咯。我的员工，你们都给我记着，他们就逼我一定要开台看这个东西，逼我开台哦。然后说不行啊，你要去反评一下。我说我就是不要看，你们觉得 OK 就直接上片了。但是他们就逼我看，然后逼我看完之后呢，然后说你一定不会生气的，我觉得你很棒。Maki 就说你真的很赞，难怪你走红毯都一直比赞啊。他们就逼我看，我现在已经要哭了。我总觉得我这边又要跟你们不一样。我选天菜啊，这里很难不选天菜、欸。小云很难赢天菜、欸，这张照片小云确实蛮强的。我们单看这个照片，真的很强，战斗指数很高哎、欸。这样也不战斗指数了。我得说阿云这张真的厉害，我要反评一下，因为我拍照我都是很随性的，我本身是不太喜欢拍，我除了工作以外我才会拍照，但是阿云这张真的很厉害，而且你知道拍照很累吗？我拍张照片可能要花个不知道多久，所以我都随便直接拿起来就拍了。然后重点是每一次实况组出去就问了说，哎，你们谁要修图的可以啦，就随便上。我从今天开始每张认真拍照。但是我觉得天菜是随时可以，就他可以转换好几种模式，他可以平常很霸道的样子，然后他也可以很小女人样子，他可以有很多种模式，他有很多面向可以让你去发掘，而且你可以在一天内瞬间发掘。可是我们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，一个晚上够了啦。依照他的聪明才智，你一个晚上可以发掘很多事。他可以平常很霸道样子，霸道总裁，他也可以很小女人样子，像现在的我。
可是我们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。谁要跟你一个晚上的罗杰？你是有病是不是啊？天菜，我觉得他有一张照片很损。不止一张好吗？没有，他照片我都看过了。他那个英语教室我也是看光光。他照片我都看过。他照片我都看过了。他有认真看我照片，你们相信罗杰的鬼话吗？他那个英语教室我也是看光光。他怎样？他想学英文吗？英语教室有什么好看的？那你应该是依旧保持。干我那个100%头左边，我脚完全动不了。我觉得 UZ 真的对我很好，很了解我。不愧是我大哥，我也觉得我战斗指数很高，好不好？拜托。国栋这个很可怕、欸，国栋这个我该看吗？聊天室，我跟你讲一件事情。你们听我讲，如果我说如果今天没有医美的话，我他妈喷霸全世界。天菜娘娘 vs 维维吧，维维这个维维是西门的老婆吗？这不是吧？这是西门老婆吗？跟这脸完全不像哎、欸，真假的？这怎么可能是西门老婆？那我要选天菜。天菜娘娘 vs 维维，啊，为什么又是这张照片呢、啊？跟这脸完全不像哎、欸，那我要选天菜。没想到他会选我哎、欸，好感动哦。我不行了，我真的要心脏。